火锅料们的困扰。每次不小心煮太久就会变得很胖，而且有的人还是故意把我煮得很胖，说这样吃比较饱。常常煮的过程中内心会不见，就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吗？啊，南部人好像都不太认识我呢。甚至不知道我煮熟以后会变得这么小，就把我暴打一顿，我也不愿意啊。我怎么知道自己到底包了什么啊？有的时候是奶油，有的时候是鱼软，那这怎么能怪我呢？我出去，我不喜欢火锅里面放芋头。